香蕉、橘子，还有什么？杏仁。再问他们吧，改色一下。你们寝室住几个人啊？两个。这太爽了吧！我们两个系正好都多出来一个男生，所以我们两个就凑一块儿了。哎，你们寝室还能用电话呀？这太不公平了吧？可能学校怕你们女生煲电话粥时间太长，打起来吧。 不是，电视在我们学校是违规电器吧？算吧。嗯，你们就这样明目张胆的放在这儿，你怕被诉啊？大爷给收了。咱爸也来查的时候，我提前藏起来不行。嗯，嗯，那这俩马吉他有谁？别碰，不是我的，我室友的，他玩摇滚。撞击我的胸膛！装进去，装进去！ 咋算还有女生啊？你说说，你这洗完澡不能穿好衣服出来吗？玩什么裸奔呢？真的是。来来来，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俩是我高中同学，夏菊，邱乐桃。你好。你好。这个是我舍友黄俊，吓死我了。动物医学系的。哦，就是兽医。都是医生。 这兽医玩摇滚，这也挺有意思的。<笑>你笑什么呢？你笑什么呢？你？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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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这我室友的身材你们也看光光了，串门串的差不多了吧？没什么事回去吗？那个程朗今天没跟你们在一块吗？哎，来来来来来，你看巧不巧？小菊、乐桃，你们怎么来这儿了？他们俩说要过来串串门来。 不是，我们报道完之后就好久没见你们吗？所以就来找你们玩啊。人家程朗报了哲学系和计算机系两个专业呢，哪有时间陪你玩啊？哎，对了，你的那个计算机的排课表打听到了吗？今年上半学年的已经打听到了，但他们跟我说今年可能会有调整。计算机？嗯。哎，林佑也上这个专业，如果你之后需要什么帮助的话，你可以找他呀。林佑？啊。哪个林佑？ 就是，在运动会上，我把他衣服弄脏了，还把你赢的香皂赔给他了。哦，我还记得他。<笑>